幸福公主欢团锦簇，好幸福。老师好，您早好，各位在座的超马家人，大家下午午安。感恩院长给我这个分享的机会。对，我在106年就加入我们超马哈，但是中间真的是我是自己因为健康问题加入，那中间有一段很安逸的时候，就对我们人安逸的时候就是会，台湾话讲的闭归闭关了，就有点那个脱序的，对，给归给归脱序了。可是好在天地没有舍弃我，又让我找回到这个方向就对了。那我这边分享一下哦，在。这是一个可能我们以这个轻松的角度来看，在前上个月我这个儿子跟媳妇他们有员工旅游，那他跟我讲说老板要请他们坐这个游艇出去海钓，那我一听到海钓我就差点快晕了，我跟他讲说能不能不要钓鱼啊，那我就讲了一些有英国的事给他们听，可是年轻人哦，他听不大就他们就觉得好玩，那我在心法当中我就跟天地跟太阳公公说，请你们帮忙让他们那天出海都钓不到鱼。结果天地有听到我的心声，那天出海的时候全船人都钓鱼，就只有我媳妇跟我儿子两个吐到七荤八素，没有办法拿那个钓竿，所以他们那一趟旅游他是吐，就是出门去是吐的回来，那回来的时候我说鱼呢，他说妈我们一条都没钓到，因为一听到都不知东南西北的。好，然后我就想说哇天地你真好，听到彩铃的心声，然后我媳妇就说妈我跟你讲打死我下次都不敢出去了，因为他吐到不能站，然后我儿子也是吐到不能站的时候，我儿子那天回来跟我讲说，妈我跟你说我终于知道你时常在讲太阳有多重要，我说怎么了，他说当他们晕船的时候，我媳妇的休息室然后就在这个冷气口下，然后很闷，那我儿子的休息室是太阳照得到的，结果这样两个回来，我媳妇是就是不舒服好几天，可是我儿子当天回来他就很舒服，他告诉我说因为是太阳晒着他，然后让他的这个症状什么晕船症状都缓解了。结果过了几天我看我媳妇还不舒服，我们就是很假会，就把我们以前会的那套经络刮痧法就把它搬出来了，就跟我媳妇说那妈妈帮你胃经疏通一下，因为她说她一直想反胃，那我们忘了调动太阳来保护我们，结果我帮我媳妇刮痧完了，我媳妇跟我说妈我的腋下我的胯下都飙汗了，她舒服了啊，换我胃痛了。那我先生说你干嘛吃饭这样子，我说完全没力气了，完真的没有办法，我就想到说哇真的调动太阳那个能量保护我们是多么重要。后来就在当天晚上洗澡的时候，那个莲蓬蓬在冲的时候就想到老师说他洗澡的时候唱感恩星空，那我想说好那我来试试看，我就让唱哦，他说把流关入心灵海中独悟空，那个莲蓬的那个水一直冲冲冲，那我就洗澡的时候一直唱，我也不知道歌词有没有对到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就一直唱。结果哦，你们说是神奇呢，还是巧合？就是这么巧合，这么神奇，我洗澡出来就好了。那我就很感恩，说哦，好赞！我还有记得老师说的共修的那个感恩星空那首歌，不然我时常都是帮我孙子洗澡，我有时候唱感恩四句偈。可是那天就忽然间想到感恩星空这个法流灌入我们这个，哦，从这个头这样子灌入整身这样。把那个身上不舒服的东西全部把它冲掉，对，好，那这就是一个我们的实验嘛。老师时常讲说，我说的话，我说的法，你们不用相信，但是你们可以去做实验。那这个就经过彩铃自己本身实验，我就觉得说，哇，真的好棒。那再来就是刚刚营运长讲到说，我们的圆满爱是个名词，然后邀你幸福，圆满爱是形容词啦，邀你幸福是名词，怎么我忘了？然后大展宏图是个动词，当你这三样加起来经过去购票的时候你就成了进行式。那我这边就分享一下我妈妈她今年80岁，她是4月进来我们天元化学习，她是一个净土宗老修者。然后因为以前
爸爸生意失败，这大概50年前的事了。那爸爸生意失败嘛，那一段时间有去跟人家周转，可是当爸爸有能力还钱的时候，这些当初给他周转这些我们的贵人全部都往生了。那爸爸就想说这些钱不晓得要怎么还，然后就是搁在心里，那爸爸也往生了。然后有一天我妈妈在做忏悔心法的时候，她自己吓一跳，她说在忏悔心法当中，一条一条她当初欠某些人的钱一条一条都浮现出来，然后她赶快拿笔把它记下来哦。那我就很好奇，我就跟我妈妈说，妈，那你当初为什么都没有想到？她说因为当初生意就失败，然后就照顾你们四个小孩子，就已经家道中落，没有时间去想这些问题。我说好，那到了我们就是说我们家经济都翻转的时候，你怎么也没想到？他说那时候就忙着做生意，他又忘了。那我就接着问他说，哎，那爸爸往生以后，你不是都去参加法会吗？很多的法会哦，因为爸爸生病，他照顾了爸爸从48岁照顾到70岁的往生嘛，都没有出门。那我说你就参加了这么多法会，念了那么多经，送了那么多经，念了那么多佛，怎么都没有想起这些往事？他说一条都没有想起来。后来哦，妈妈就把那些钱算一算，刚好是50年前的3万块，那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哦。虽然3万块对我们现在来讲不大，可是在50年前，那笔数目是多大？那妈妈哦，她很有智慧，因为她一直听导师的共修课，她说她不要留钱给子孙，她要留德。后来她就把叫我说，就把《楞严经》帮她领出3万块来。他就在我们这次的3月13、3月14第一波快闪的购票，马上叫我帮他购买了60张音乐会的门票。对，他就把这个功德回向给这些债主就对了，然后就在我爸爸的跟我爸爸说，就说我已经把那些钱哦还完了，我们做功德回向给他，我们来世就不用欠人家了。可当你看哦，这个进行式在走的时候，我妈妈的眼睛是因为她从年轻的时候她就开始绣花，绣那个八仙彩。哎，对，那时候生意很好，我每次下课都记得被我妈抓过去，赶快绣花，赶快绣花，所以我现在练就了一身绣花的功夫。后来，但是那个很吃力，眼睛很吃力。那后来我妈白内障两个眼睛都开刀，那她老是觉得不明，看清楚不明。他看我们老师的书是拿放大镜在看哦，那眼睛都会黏黏的。可是他跟我讲说，好奇怪，我说奇怪什么？他说当他把这次的票填单购票完成以后，他的眼睛忽然间不黏，忽然间明了哦。那我说真的假的？他说对，你看我现在哦，看书很舒服。好，那看书很舒服以后，他在上个月忽然间就是穿裤子的时候跌倒，老人家最怕跌倒，然后他马上转念，他说哦，好家在太阳老师的隔壁。他说他不是在浴室跌倒，是在房间跌倒，因为他把老师当好朋友，他把那个妖女心魔那张卡一直带在身上，然后他就是每天都唱感恩四句偈。然后他就讲说，会不会我的负能量很急？因为妈妈她都有每个月就跟负能量沟通嘛，每个月就是注意那个书疗愈权利给负能量。她说会不会我的负能量很急？那我是不是要一次性把这些哦，就是一次把它偿还？然后她就是开始去算，她要给负能量的这些书，她分期付款，这算。好，那她就告诉我说，好，我要再把这些钱一次购票。他又加码购票，是第二天的哦，第二天这个14号的票哦。他说希望很多哦，这些很想上老师的课，但是他又没有办法购票的人哦，你们都能够来到老师面前，像他这样子，就80岁了，净土宗老修者可以这么相信老师，他也希望说他的这个善心能够接引人。好，那我就又帮他填单还款，就是都是缴完钱哦。这两天我，前三天我回去家里，我都快真要气了，害怕我去外面把我叫住。我说怎么了？他说我跟你说，你帮我这个缴，填单缴款完成，我的眼睛好更多了。我说真的还假的？他说对，你看我现在连放大镜都不用拿了。所以他礼拜天在新竹参加精英会的时候，他没拿放大镜，我就把放大镜多给他，
他就说不用不用，我说真的吗？他说不用，他现在不用放大镜，老师的字哦，那个书的字他都看得到了。所以我就觉得说，刚刚营运长讲的这个真的是个进行式，你只要填单够要完成，那个负能量他看到你的真心啊，齁，那刚好妈妈也有这个可能财富师方面这个能力，他就想说我一次把它偿还，不要给负能量在那边苦苦的等，我今天有这个能力，我不用分期一部分就全部。对，所以我就觉得说，哎，刚刚营运长在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忽然间触动我，真的，真的这是个进行式。对，那这今天这一点点心得跟大家共勉，谢谢大家。